小姐，你可不要怪我，这个苏家大小姐的事儿，这都是我的孩子的命啊！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哎呀，孩子，这大雨天里把你丢在荒郊野岭的，你的爹妈得多狠心呐！混蛋，你个老东西，什么意思你啊？我是没给你们王家添香火，但是你也不能随便找个野种来恶心我吧？这孩子丢在荒郊野外里太可怜了，你们放心，我不会给家里添负担，也不会多吃一口粮食。你个老累赘，还想逮个小累赘？你想什么呢？妈呀，你也看到了，你要是把他养了，地里的活谁干呀？这家里的饭谁做呀？要么你现在把这野种扔出去，要么。 行行行，妈走妈走，可是这孩子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先给口吃的？不行，赶紧走！行吧，以后奶奶养你，你就叫素笑笑。 妈，我才是你的女儿。我的女儿，张总，您又做了同样的梦。18年前，小姐出生时背部确实有胎记，不过有些胎记会在出生后的几天内消失。这是我和子瑶的头发，拿去做鉴定，这件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同样的梦反复出现，这一定不是巧合的，宝贝女儿。 妈，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一脸的不高兴。你出来那个变形计栏目到底是干嘛的呀？为什么要小宋笑笑跟我哥互换？哎呀，你知道我最讨厌他了，都是因为他哥哥才讨厌我的。哎呀，好了，我的乖女儿，选他完全是因为节目效果，歌颂穷人的苦难呢，当做流量密码。宋笑笑。 家庭条件全校最差，不仅无父无母，还有一个病重的奶奶。我娶大家联名的同时，还能拉到更多的投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哥的明星路啊！哎呀，好啦好啦，你跟他是同学，快带妈妈去。哎，下个月嘉玲花钱，要多少加多少，走。来个玉米，一个鸡蛋。给你5块，找您2块，慢走啊。三个包子。哎，正好，谢谢啊。 您的，奶奶，你看，我们今天赚了这么多钱，好，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都怪我这个老东西没用，让你跟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对不起啊，孩子。奶奶，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要不是我上学，害你欠了那么多钱，还被婶婶给赶出家门。 没事儿，哎呦，瑶瑶，你慢点开。就算出事儿，在江城，什么事儿不是你一个电话能解决得了的？变形记的主人公宋笑笑，宋笑笑，孤奶奶玩死你！奶奶，你快起来！哎呀，你没。
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得去医院，留着钱给你上学用啊！我说大学霸，你是不是读书给倒了狗傻了？把人说好的话摆在这儿，你想死啊？哎，你死妖！我是来通知你的。 你已经被我们家公司选择为变形计的嘉宾，别捡着破垃圾了，赶紧收拾收拾，跟我走。苏子瑶，我现在要带我奶奶去医院，没时间听你废话。还有，你没有资格替我做决定。你真以为10年寒窗胜得过3代同商啊？我告诉你，这也许是你这种底层垃圾唯一一次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赏你口饭吃。 你不想去也行啊，给我车钱，光这一道划痕够你们10年的早餐了。你怎么了？要去医院吗？啊？我看这老东西也就是想讹点钱而已，说是不是啊？老东西，让开！你动我可以，但你别碰我奶奶。敢诬赖这老东西推我？你放开我！ 你这是干嘛呢你？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拦？拦我！奶奶！奶奶！闭上眼睛，奶奶不疼。苏子瑶不疼。奶奶！奶奶！苏子瑶！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难道没钱就是有罪吗？难道出身平庸就活该被践踏吗？难道生活在底层就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吗？对，像你这种垃圾就是不配活着。我活该，我命贱，我不应该考第一，让你没有出风头的机会。你能不能放过我奶奶？求求你了！我就你。 为什么看到他我会这么心痛？赢了，瑶瑶。妈，笑笑，我知道没有经过你同意邀请你是一件挺不礼貌的事情，但是你想想你的奶奶，她的医疗费可是高达上百万。作为交换，你参加变形计，我给你奶奶提供最好的医疗资源。大夫，我奶奶她……抓紧时间去转钱吧，必须马上手术。 你怎么知道？你不要这么有敌意嘛！我是来帮你的，希望你准时参加。走吧，妈，我得送我奶奶去医院，今天这会是关键。还是我家瑶瑶懂事。我已经答应参加了，麻烦你帮我奶奶叫个救护车。我说大学霸，我妈只是说给你钱治病，又没说给你叫救护车。 可我没有手机，不会吧，不会吧？都2024年了，还有人没手机啊？那你怎么不让你奶奶捡垃圾的时候也给你捡？苏瑶，你别太过分。我就喜欢你这个桀骜不驯的样子。那我这修车钱，你得给我个说法吧。我，哎，放开我！你松开手，你们。宋小姐，求求你，我们家笑笑她还小，你就放了她吧。 以后我请你吃包子啊！你，奶奶，我也不为难你，只要你把这包子吃了，我就放过宋笑笑。奶奶，怎么了？反悔了？我吃，我吃，我吃了，你可要放了笑笑。 奶奶，你别听他，你不要吃。苏子瑶，我奶奶不要。这是为什么？坑坑颠簸，焦头烂额，只是拼命的想活着。够了，苏子瑶，你闹够了没？公司的名声迟早会在你头上。 没有，哥，是他先关怀我的车的。我现在心情还好，开上你的车马上离开。喂，你好，新中路需要辆救护车。宋笑笑，都是因为你，我哥才会这样对我。哼，走着瞧。
宋小小，作为同学，我得提醒你一句：变形计是资本者的游戏，只会给你带来痛苦。痛苦？从小到大，我就生于苦难，活于苦难，但只要有半点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这，你拿着。既然这次变形是你来我们家。 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奶奶，这是我所有的积蓄，请你一定收下。这丫头倒是跟我爸一个绝样，是我苏家欠你的。生而不养，断指可还；不生而养，无以为报。奶奶，接下来就由笑笑守护你。奶奶，喝点水。我看刚刚房间那些奖状都是笑笑拿的呀。是啊。 还有其他的呢，你看，这是笑笑参加奥数金奖的照片，那时候他才6岁呢，跟我小时候的样子有些。今天还是笑笑的生日，他跟着我呀，唯一一次吃蛋糕，还是捡的别人剩下的。生日？好巧，我妹妹也是今天生日。啊，奶奶，我想问一下，笑笑她的父母去哪儿？ 18年前的今天，我在云记医院的山坡上捡着他，那时候他刚刚出生。你说，世上怎么能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啊？云记医院，还是同一天？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难不成我妈做的梦是真的？我家笑笑啊，特别懂事，这是她3年前的头发，她自己剪下来的。 让我拿去换钱贴补家用，你说我哪儿舍得呀？笑笑呢？笑笑他，你跟我说实话。笑笑他去我们苏家拍摄变形记了。苏家？那我得去阻止他呀。别去，我穷苦了一辈子没关系，可我不能让笑笑为了我受人家欺负。张院长，什么事儿？大少爷，夫人今天和小姐的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好。 张医生，用这个头发和我妈的基因做下测试，名字就是苏小小。也许是我多想了。你蠢货，这点地方擦不干净。奶奶，您怎么来了？苏小姐。 这个在我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一回，可好吃了，你别嫌弃啊。那个笑笑就不参加你们那个什么节目了，我这就带他回家，好吧？啥呀？真是的，合同已经签了，你们想走也可以，我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的人。不过，至少得拿出100万的违约金。100万呢？ 我苦了一辈子，就是想让笑笑体面的活着。这100万，我哪儿有啊？只要你能让笑笑走啊，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奶奶，哎，这什么破罐头，给我邪恶糟蹋。我给你擦。奶奶，不能擦。都怪我老了。奶奶，你起来。我给你收拾干净啊！我求求你了。 你让笑笑走吧，好不好？行，那我就发发善心。起来，这玻璃渣，你跪在这儿，把它给我舔干净，舔完我就放你那儿。子瑶，你别欺人太甚！笑笑捡我头发，到时候脱我衣服，这些我都没跟你计较。那你不能这么对我奶奶。站长，您看怎么样？住手！ 宋奶奶，是我管教不严，让你见笑了。您是资助笑笑上学的张董。奶奶，你就放心吧，笑笑呢是我专门邀请来的，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拍摄，这不也是为了他下学期的奖学金吗？是啊，奶奶，您别担心，你赶紧回去吧。
好，那既然张董这么说了，那笑笑就拜托你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奶奶，你就放心吧，啊。妈，若是把他气走了，谁给你哥哥的明星路当垫脚石？哎，你们，来，各部准备，开门。你，坐那去。是骚味熏死我！快点儿！来，各位准备。哎，不是。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的想法，夏夏，生日快乐！蛋糕、这皇冠都是给我的，夏夏，这十八年来，每一次都是你奶奶帮你过生日，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妈妈。妈妈给你过一次生日，好不好？妈妈，来，我们小寿星许个愿吧。这是一个夜晚，天上星星点点。奶奶，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我的妈妈在哪儿呀？为什么从来没看过我？不是不爱笑笑。妈妈是爱你的，只是现在还没回来。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笑笑一眼，哪怕是一眼？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遥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妈，我才是你女儿。笑笑啊，从小无父无母，是被拾荒的奶奶拉扯长大的。这样的困境里，能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全市的三好学生，这样的孩子来到我家，那是我的荣幸。瑶瑶，你可要向人家笑笑好好学习学习。放心吧，妈，我和笑笑姐的关系最好了，我们俩昨天还一块学习呢，对吧？嗯。笑笑，来尝一下我亲手做的叫花鸡。谢谢你。你看你吃的小花脸了都。以后呀，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一样。这种亲切感，它好像来过我的梦。啊，站到我们拍好了，您过来一点。是我，宋少，小董，哥，看到了吗？谁才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该保护的人？宋少，大家都出来吧！祝我们的大小姐生日快乐！哎呀，对不起啊，我刚没看到你。是谁呀？穿着两块破布就来我们大小姐的生日会？呸！怎么一股子馊味儿啊？照都拍完了，还留着干什么？还不快滚！滚啊！滚啊！滚！好了，小青，再怎么说人家是咱们学霸呢。我们的大学霸呀，一向清高的很呢、啊，怎么会像只赖皮狗一样摇尾乞怜呀？赖皮狗。哎，杜子瑶，这下你满意了吧？你不就想在我十八岁生日上让所有人
人看我笑话吗？生日，就像你这种穷屌丝也别过生日，要不是我们子瑶过生日啊，你连一块蛋糕都吃不上吧。就是只配呀、啊、添点盘子，添点盘子吧，快去吧。这样吧，你把这杯酒喝了，给大家赔个不是，我就让你走。我酒精过敏。喝了喝了，我喝一下。喝什么玩意儿，你们在干什么？爸，你怎么才来呀？爸，有点事耽搁了。这谁啊？女孩子家家的，这副模样没家教。他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酒量，喝多了在这闹呢。他就是我跟你说那个苏笑笑，仗着自己在学校是学习委员，处处为难我，还故意挑拨我跟我哥哥之间的关系。我哥之所以讨厌我，都是因为他。哎呀。伯父，您送给子瑶价值500,000的卡地亚您还记得吗？我亲眼看见宋小小偷走了，被子瑶发现后还造谣子瑶霸凌同学，还把子瑶关在厕所一天一夜。伯父，就是子瑶夜不归宿的那天。你胡说，我明明知不知道当时我们找不到子瑶多着急，如此狼子野心，难怪你父母抛弃。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没有惹过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为什么要针对我？听说班主任辞职就是因为你爬了他的床，还逼他篡改成绩，还录视频威胁。宋笑笑，你好手段啊。怪不得每次都考年级第一，表面上这么冰清玉洁，背地里玩这么脏。行了，还嫌不够丢人吗？阿姨，没有。果然人就不能有怜悯之心，我就说嘛，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校董，今天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宋笑笑人品恶劣，成绩造假，不配为伊顿高中的学生，现在就取消就读资格，予以强制退学处理。阿姨，不能退学。苏董，苏董，不能退学。不上学是我奶奶对我唯一的希望，求求你们不能退学，求求你们。妈，我才是你的女儿。妈，我项链不见了。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了呢？不可能，我刚刚明明带着的。我刚刚看见是宋笑笑趁乱偷走了。对对对，我也看见了。宋笑笑，你还真不要脸，苏家供你上学，还给你参加变形记的机会，你还小偷小摸，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没有，我没有偷。既然没有，就证明一下你自己吧。我不相信你贫苦出身会不羡慕一条漂亮的项链，会没有一点贪婪之心。我苏家不会饶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小姑娘，拿出来吧。你父母没有教你，我不怪你。如果你执意要装好人，我苏月天也饶不了你。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就因为我没有爸妈给我撑腰，就因为我穷，我没有钱，你们就这么欺负我吗？哼，伶牙俐齿，糊弄得了别人，你糊弄不了我。不承认是吧？那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妈，你们在哪里呀、啊？救救笑笑！救救笑笑！是我错了，这本就没有容我的地方。放开我！放开我！住手！住手！哥，是他偷我的项链。你的借口，你的谎言，我已经听够了。我是真的想不通，你们这群家境优越、无忧无虑的人，为什么要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只求安稳、这就是你们无聊的族群吗？苏少，
你错怪子瑶了，我亲眼看见宋潇潇拿了子瑶的项链。错怪你们在学校干的肮脏事还少了吗？就因为他成绩好，你们羡慕嫉妒，那也不能因为他没有父母没有人撑腰就肆无忌惮的颠倒黑白吧。爸妈，不哭不哭啊，你哥哥他也没那个意思。子乔，你确实有些过分，在这件事查清楚之前，我不允许你为了一个外人欺负你妹妹。放心，我会还的一个清白。为了所谓的清白就当众扒开一个少女的衣服，你考虑过这是他唯一的尊严。行了子乔，那丢了就丢了呗，咱们又不像那些乡下来的土狗一样还在乎这一条项链。行，你这么想要这条项链是吧？那我就大大方方给你。你奶奶说过，人可以穷，但志不能穷。今天我就要你给我一个道歉。你这是干什么？清醒点。清醒？我现在比任何时间都要清醒。在你们有钱人眼里，穷人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吗？我是穷，从小到大我没有衣服，我只能穿别人剩下的。穷到从小到大连病都不敢生，连十八岁都没有吃过生日蛋糕，没有去过游乐园，没有吃过火锅。可你们呢，还要这么针对我。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别说的像我苏瑶欠你一样。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几万块钱的项链而已，别为了这点小钱影响了心情。还是伯父伯母明事理，不像某些人啊，说脱也不脱，得了便宜还卖乖，也不知道一条项链值几个钱，竟然用身体去证明清白。你做过的那些事当我不知道吗？你说的话我是不会信的。所以这就是你处处维护宋潇潇的理由是吗？甚至都开始怀疑我不是你的亲妹妹了是吗？原本以为你只是讨厌我，不喜欢我，我没想到连这仅有的血缘关系你都要否定了是吗？在你心里，和你相处十八年的我还不如你身后的危险货是吗？子瑶，我都是因为你。我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为什么这份血缘报告书上会写的你的名字？那事情不是你想的。没事儿，我现在就让你这只野鸡打破幻想。经医学鉴定，苏子瑶与张云清为母女关系的可能性为100%。奶奶，您这里是什么呀？我听子乔说呀，今天是他妹妹的生日，好巧啊，跟我家笑笑是同一天生日，我特意给他们做的长寿面。行，那你请。哎，苏子瑶与张云清为母女关系的可能性为零。老天爷，你为何这般捉弄我？我的亲生女儿到底在哪里？只要你能让女儿回到我身边，我愿用一切作为代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你，这都是你搞的鬼！啊！笑笑，奶奶，你以为我奢求你的生活吗？我告诉你，一点也不！你这个小贱种！就算你想，你也没有资格。家瑶瑶要是因为你出了一些意外，我告诉你，我让你们全家生不如死。瑶瑶，这个都是妈妈安排的啊，你听妈妈给你解释，你可千万别生气，要是犯了病那可就不好了。所以检测她的基因也是你安排的是吗？
是谁竟然把这个的基因跟我去比对。妈，这都是我的决定，跟笑笑没有关系。闭嘴，你个混账东西，这个胡人家给你挂了什么迷魂药，心甘情愿替他说话。这个有娘生没娘教的小，不是嘴上说穷要穷的有志气吗？却背地里勾搭我儿子，想要过有钱人的生活。我告诉你，你痴心妄想。有钱人的生活，告诉你们，要不是生活所迫，这辈子都不想和你们有半点关系。小孩子不懂事，你回家救我。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吗？我向你道歉。海曼，海曼，你起来，你这么坏。苏小姐，奶奶知道你今天过生日，特意给你做的长寿面。苏子瑶，苏子瑶，奶奶不欠你的，是有钱，但你有钱也不能踩在我们头上，你。子瑶，哎，子瑶，子瑶，子瑶，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子瑶，子瑶，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医院呀！走，滚！少，平民贱妇，跟我斗！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拿命偿还她。今天非要给你点教训不可。死丫头，让你欺负我女儿，别打了，别打了，不让你欺负她。啊，张总，我一脸的孩子了，别打了，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我老太婆我扛得住，你别打孩子呀，别打孩子了，我求求你了。别打了。乖，有没有血缘关系不重要，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女儿，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都要找到合适的圣元。我的女儿十八岁，你们就去找十八岁的，记住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如果我女儿在医院受半点委屈，你们就给我滚！啊，张总，那个退藏我女儿的画面拍到了吗？啊，拍到了。记住，有些画面能播，有些画面永远不要让它出现在大荧幕上。张总，您就放心吧，我们这次变形计定会让苏笑笑那个乡下娃坐满系统，为苏公子出道铺设好最好的时机。啊，我的亲骨肉，我的宝贝女儿，你到底在哪里？十八年前都是妈妈没有守护好你，求求你出现在妈妈面前，给妈妈一次赎罪的机会，求求你了。求求你们停车，救救我的孙女。哎呀，笑笑，笑笑，坚持住，你坚持住，有奶奶，奶奶在。你老婆子是不是想死？求求你救救我家孩子，把孩子送到医院。我可没撞你啊，你可别讹我，我可没有义务送你去医院。那你能帮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吗？我这里有钱。可别可别，你们这诈骗手段是越来越高明了。求求你啊，求求求。
苏小姐，您先吃点东西吧。笑笑，你坚持住，有奶奶在，奶奶不会让你有事的。我，笑笑，你可答应过奶奶，要将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当做礼物送给奶奶。你站着给我滚！你坚持住，我相信。只是失血过多，不过因为他的伤口淋雨了，细菌感染，需要做手术。不过这手术做不做，还得看你自己的选择，毕竟这个手术不便宜。做做做，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做。护士小姐，求求你早点安排好吗？不是老太婆，你以为我们医院是福利院？这么点钱就想做手术？果然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你，小小，这该咋办呢？笑笑，你放心，奶奶向你保证，就算是卖掉奶奶的棺材，我也一定会把它赎回来。护士小姐，请你通融通融，这是我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我都跟您说多少遍了，我们这只收现金，不收金锁啊。你就帮帮忙不行吗？我帮帮我。张医生，是他非要拿这个金锁当手术费。苏家不愧是有钱人，就是金锁就值几套房。闭嘴吧，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赶紧去吧。找到了，张嫂，我终于尝到你的亲生骨肉了。张总，看样子还在昏迷不醒，要不我们改天再拍。改天，我怎么可能为了这种贱民再浪费其他时间呢？哎呦，怎么这么不小心把手弄成这个样子？既然答应了拍摄，你就好好配合，你别忘了你奶奶的命。我也是为他着想，别怕别怕啊，有妈妈在，我一定找最好的专家治你的伤，你就安心养病，其他的事情都不用担心。我的亲骨肉应该也跟他一样大了，会不会跟他过得一样惨？能，没事，妈妈。哇，不可能，不可能！我的亲女儿跟这种贱骨头完全不同，就算不在我身边，她也一定很优秀。能让你喊我妈妈，那完全都是因为拍摄。我告诉你，都是因为你，我们家瑶瑶病情才复发的。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就这么完了。找到了，找到了。张总，公司的测试医院所有患者发现这个叫宋笑笑的女孩，她的肾源是最符合苏小姐的。笑笑，你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你能救瑶瑶，只要你答应，我可以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只是一个肾而已，不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我可以送你去国外最好的学校，接受最高档的教育。我不要去国外，我不要离开奶奶。你不想失去这一次机会，你下半辈子都得在最阴暗的底层过不上有钱人的生活。我会凭自己的努力带奶奶过上好的生活。凭你痴心妄想，我告诉你，这协议你不签也得签，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给底层人选择的权利。你以为有钱就说的对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这也掩盖不了你为李世祖的黑心。刚刚他推人那幕拍下来了吗？拍下来了，不过我不大明白拍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给观众铺路啊。所以现在的场景，你觉得你可以凭你自己翻身？我告诉你，你不能用你的肾来救我的女儿，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刚刚医生可是告诉我了，你奶奶的手术费至少百万起，后续还需要昂贵的医疗费来维持生命。我可只答应给她做手术，没答应她那昂贵的医药费。难不成你不想救你奶奶了吗？找到了，你找到了。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她回来找我了，她回来找我了，快告诉我，是哪得到的这个？从一个老太太手里。难道是她？我的好女儿，是妈妈对不起你，这一次绝对不会再让你消失在妈妈面前。快，快去把她给我找回来！是，找到，是。小小，求求你告诉阿姨，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你的父母呀？见过，他们就是卑鄙无耻的混蛋。爸妈十八年，你们生了我，却连我梦里都不来一次，你们有什么资格做父母？你是骗阿姨的，对不对？对不对？啊！张董，协议我已经签了，我们之间只是利益关系，我没有责任告诉你一些事。孩子，你们有不舒服的地方，你告诉奶奶。奶奶，我没事。这个金锁是你们的？没错，这个金锁小小从小就带在身上，这一次我交不起手术费，我才拿它做抵押。这个有娘生没娘教的小，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拿命偿还她。小小，是奶奶没本事，奶奶要是有本事啊，就不会拿着金锁去做抵押了。没关系了，奶奶，反正这东西也不重要。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张董，拍摄已经结束了，您没必要这么演下去。张董，人早就走了，已经安排人去找了。难道不是他？怎么可能是他？这金锁不是他的，我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人。张董，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张医生，这金锁明明是你从我手里拿走的呀，这是我们小小做手术的钱，你怎么胡说呀你？老东西，你是碰瓷碰习惯了吧？张董，就他这个家庭条件，有这么珍贵的东西，早就拿去换钱了。我听苏小姐说了，这个宋小小一直想通过苏公子跟苏家扯上关系。苏家寻找金锁的事情早就传开了，一个老骗子带着一个小骗子，妄想通过这件事情一步登天，简直是痴心妄想。你都胡说些什么呀你？奶奶，王王家，你能成一位泥人脱标根系，要是宋小小真成了苏家千金，你说他会把这些年受过的苦走到最保护心身上？我是我们一定会让我们后悔。你想想，全家的路上该怎么活？别胡说！我胡说，我家小青跟你是同班同学，你换双新鞋，我家小青会一直跟我八卦说个不停。按理说，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带个金锁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没有听他说过？今天怎么就这么巧？够了！告诉你，这个金锁是不是你？我知道你想攀上我儿子，攀上我们苏家。你如果你们拿金锁的事情骗我，我让你们祖孙俩永远不好过！快告诉我！没错，这金锁
这金锁不是我的，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怎么配得上这金锁？你们说的对，要有这金锁我就拿它去换好吃的，我要有这金锁我就拿它去换好日子了。我想拿金锁给奶奶换肉肉吃，给奶奶换洗衣服穿。傻孩子，一个金锁能换一辈子肉不成？咱们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过上好日子，明白吗？你不是想知道我爸妈吗？那我现在告诉你，他们已经死了，就死在我面前。不可能，不可能！张董，你想听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求求你了，放过我和奶奶吧，我们就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难道这点权利都没有吗？你个贱人，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个贱人！是不是钟颖？就算我说是我的，你不信？不是。妈，妈，静静，现在更重要的是去找，我不是在这发泄我的怒火，不是吗？对，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能找到他们。儿有伤在身，奶奶就要给我照顾，休息吧。我的女儿，我就在这儿等你，只要你能回到妈妈身边，放弃整个苏家我都愿意。张导还是没有找到。就算我说是我的，去查一下宋笑笑，我要知道他的一切，去做一份我和他的血缘鉴定书。是，张导。笑笑，你会是我的女儿吗？老婆，她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女儿？我不能放过任何线索，她是我18年前身上掉下来的肉，如果找不到她，我该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找！找不到我女儿，谁都别回来！奶奶，你别推了，我自己能走。傻孩子，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身体虚弱，需要休息。那我把奶奶累着。奶奶可是笑笑的超人呢，哪能累着呢？别看我现在70岁了，我可不亚于你们小姑娘哟。不信啊，我给你跳个舞看看。嗯，看奶奶跳得怎么样啊？不瞒笑笑说呀，奶奶年轻的时候在10里8乡是跳舞专家呢。奶奶说瞎话，奶奶跳舞才不好看嘞。怎么样啊？你这孩子摔傻了吧你？有奶奶真好。我的女儿，你到底在哪里？张总，关于宋笑笑的一切已经查清楚了，她被捡的那一天恰好是公子出生的一天，更蹊跷的是她被捡的那个地方也是同一家医院，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叔叔跟婶娘。快把他带进来。张总，人已经带回来了。根据调查，王刚最近欠了不少赌账，很急需用钱。快让他们进来。江总。张总，这个是宋笑笑的金锁，你们认识吗？认识，当然认识。这是我前年在工地打工的时候捡的。这怎么会到宋笑笑身上？这不是他偷的，就是那个死老太婆偷的。早就跟你说了，一老一小手脚不干净，你分不清。这多亏人家张总把这金锁找回来。你们说的是实话吗？当然，
那就老小就是因为爱偷东西，我们才把他赶出家门的。啊、为什么？是老天在惩罚我？老婆，这件事慢慢来。闭嘴！都给我闭嘴！把东西留下，让他们滚！哎，不是，等一下，你们不是缺钱吗？我有一个办法让你们大赚一笔。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犯法呀。再说了，小小也算我半个闺女。所以呢？得下钱。得下钱。好。不用，这事儿我立马去办。妈，你是不是疯了？对着他做错什么了？他骗了我。他让你妹妹的病情复发，他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落空，这个理由够了吗？可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么做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啊？妈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因此还打造了变形计的人。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下去，我饶不了你。子乔，素笑笑不过是一个卖早餐的底层人，她一辈子也难登大雅之堂，你踩着她出道，到时候我给他一笔挥霍半辈子也用不完的钱，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还愣着干什么？让他去拍戏。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尽全力找到我们亲生女儿，哪怕这用整个组织不查他，我都愿意。宋小小不胜劲，打破了我苏家的平静，我会用一切办法将这份痛苦来一辈子奉还于你。爸妈，你们在哪里呀、啊？笑笑过得好苦，过得好苦啊！笑笑不想被人欺负，笑笑想让奶奶过上安稳日子。求求你们了，帮帮笑笑吧！这是你的出院证明。出院？我跟你婶娘啊，特意来看你，顺便啊，给你办了出院手续。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小点声，别整成太大段子。你放心，剩下的事儿啊，交给我就好了。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了。我操！我为什么要住院？我们王家养了你那么多年，你现在成年了，是时候要报答我们了。哎、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啊，跟一大堆二后生的三傻子订了份婚事，今天就结婚。你识相的，赶紧把衣服穿上。你别给我动手！啥？我不去，我要考大学。你啊！我说你个，你还妄想考大学你？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嫁还得嫁，不嫁还得嫁。哎呀！救命啊！救命啊！这里边张总都打点好了，没人会帮你的。张玉清，愣着干什么？放开用！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自己！啊！我不想。放开我！小青，求求你们，求求我回家嫁人！就你，宋笑笑，你在做什么梦啊？再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你嫁人，那是为了你好啊，你说对不对？没错，像你这种垃圾，除了当个生娃机器，还能有什么用啊？就是，你生来就是个贱命，你还妄想跟苏小姐他们一样考大学，这是痴人说梦你！叔叔阿姨，快点，说不定傻子都等急了，我来帮你们。放开我！你们混蛋，放开我！你不会还在妄想我哥会来救你？实话告诉你，我哥他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他要是想来救你的话，他早就来了。你这，放！你结婚这么大的喜讯，我当然要分享给同学们啊。新婚快乐，
新娘子。这老东西，你实在接着！哎呦，子乔，你干什么呀？我对不起你和笑笑，是我无礼。到底要把笑笑送到哪去？她才十八岁，你们怎么忍心把她嫁给一个傻子呢？这不是毁了她呀！你胡说什么？这不过是让她演一场戏，被强行拐卖在大山里面的女孩。到时候我会亲自派人到二组去，跟着你去营救她，富家少爷救下被拐卖在大山中的女孩，改写她的人生。只有这样，你才能通过变形计火遍全国。我让你出道当明星，不为别的，只是等你出名之后，利用你的名气去救你的亲妹妹。她宋逍遥只是受一时的折磨而已，而你的妈妈却受一辈子的折磨。你自己做选择吧。你这傻孩子，快起来！你已经对我和笑笑够好的了，要怪就怪我们祖孙俩命苦。奶奶，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要把这口棺材卖了，留着钱给笑笑上学。反正我这把老骨头啊，死了找个地方埋了就行，用不着。笑笑他……笑笑怎么了？笑笑他挺好的。啊，这小女子总算是快熬到头了。哎。你看，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多水灵，多可爱呀、啊！哪像穷人家的孩子呀、啊？他们在撒谎。啊！金锁就是笑笑的，他就是我的亲。是的，是的，我早该想的是他的。笑笑，哥哥来救你了。子乔，你怎么了？没事，奶奶，照片借我一下。爹，新娘子什么时候来呀、啊？哎呀，乖乖乖乖乖。马上就来了啊、这个新娘子长得很漂亮，不骗你啊！哎哎，新娘子，快点！新娘子，新娘子，为新娘子了！刘富贵，钱呢？一万块整啊，好好数数。我新娘生小猴，生小猴，生小孩，生小孩，前后两清。概不退换啊！新娘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放开我！很简单啊，因为钱呀、啊！你混蛋！这小孩儿，刘富贵，这新媳妇儿看来乍到的啊，不太适应，你适当教训教训就行了啊！这个你就甭操心了，走，放心吧。走了。哎，你别忘了把视频发给张总，我给他要钱。知道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放我出去！我让变形计的主人公去拯救另一个主人公，这个话题简直是太棒了呀！说不定苏公子很快就会成名了。妙，实在是太妙了。时间差不多了，你带着子乔去救宋小姐，记住一定要将子乔救人的画面拍摄清楚。哎，好嘞。等等，妈，宋小小之前害我那么惨，让她吃点苦头，等会儿救她也不着急。这要出什么意外的话，她一个傻子，她能出什么乱？瑶儿说的对，就是受点皮外伤而已，这不是作秀吗？要做就做到极致呗。妈，妈，你们愣着干什么呢？快去救笑笑啊！她就是你们的女儿。胡说什么？看你今儿看着的婚姻是万幸福的。哥，他连金锁都敢作假，为什么你还要相信他？是，我是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可你也没有必要拿宋小小这种贱名来羞辱我吧？瑶瑶，瑶瑶，子乔，你说你当着瑶瑶的面说这些话干什么呀？你越是袒护那个宋小小，你就越要折磨他。实话告诉你吧，他已经被卖到大山里了。这会儿应该跟那个傻子同房。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广告去年剪的吗？妈，我们都被广告给骗了。那快去救他，快去救他呀！你还在那干什么？你也去！媳妇不陪我玩，太惨了。老子连犟驴都收拾得了，还收拾不了你个小妮子吗？放了我吧，求你放了我好吗？放了你，放了你，谁给你还账啊？打我儿子，打我儿子，让你打我儿子，让你打我儿子，让你打我儿子啊！快打我！老子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
们老张家传宗接代的。既然你不想伺候小的，那你就来伺候伺候我这个老的吧。不用管我，先去救他。老子好好对你的。你别碰！老婆，我就死在这儿。老子宰了一辈子的畜生，治不了你了是吧？啊！什么？你可以试试看，是我先把你拍死，还是你自己自杀死？住手！小江，我说你让我进去，里面是我的父亲、啊。奶奶，里面正在手术，您这样大喊大叫的是在放闹忙啊！病人怎么样？病人情况很不稳定，需要立刻手术，只是手术费还……在人命面前，手术费有那么重要？去把所有的专家给我叫来，记住了，是所有专家，要是出一点差错，你们都给我滚！瑶瑶，你怎么来了？啊妈，你没有被宋小小给骗了，那张照片是 P 的，不是真的。这张照片是奶奶亲手给我的，一个70岁的老人怎么可能 P 图？这是我找专业人士做的鉴定，信不信由你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到底什么是真的？到底谁说的？张总，抱歉，不允许让你走。张总，我们现在可以给潇潇做手术了。等等，你回去吧。另外，收回我刚刚说的话，他们有钱就治，没钱就算了。我们医院又不是慈善单位。闭嘴！张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那我倒是要问了。你们一老一小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把我陷入沉默之中？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找到他？你们这群骗子，活该去死，活该去死！哎呦，张东，我真的没有骗你，求求你救救孩子，求你救救孩子！商家，求求你救救孩子好吗？治病先交钱。我有。这是我卖棺材的钱，你看看。笑笑的手术费最少要20000块、啊，你这点钱连停车费都不够。好，我这就回去。我卖房子，我卖地，我一定把钱凑齐。你求求你，先救救孩子吧，先救救孩子。行，走开。哎呦，现在快进去，走。求你了，帮个忙，村长，帮忙。你到处借钱，谁给我的钱？走。这刚子媳妇儿啊，你帮帮忙吧！求求你了！奶奶，都怪我不好，害奶奶吃了这么多苦。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把看病的钱都还上。你这傻孩子，瞎说什么呢？奶奶这不挺好的吗？现在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过两天大学就要考试了，您放心，我一定考上清北。嗯，我们家笑笑是最棒的。既然宋笑笑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那变形记栏目就继续推进，之前拍摄的内容明天播出，不要再出任何差错。等等，您就放心吧，经过我们剪辑，宋笑笑这个全市第一的三好学生绝对会颠覆，一直相比大家的好感都会集中在苏公子身上。妈，要不是前面有那个宋笑笑挡着，这全市第一的三好学生早就是我哥的。你放心，妈妈心里有数，再过几天全国人民的视线就会聚焦在大学生考试上，到时身败名裂。全市第一的三好学生在这么重要的考试当中作弊，不仅能让他身败名裂，更能让我们栏目组成为热搜。近日由苏氏集团创办的新型节目《变
变形记》，取得了极为震惊的收视率，全市最贫困的三好学生竟然收视率真的很高啊！生活会是怎样的场景呢？苏子阳，子阳，卑鄙无耻的混蛋！这个宋笑笑真是贱到骨子里，人家张总对他那么好，一点都不懂得感恩。哪有一点家教？什么三好学生？我看就是个野孩子，出言无状，简直就是个没眼的。要不是人家张总资助他，他连学都上不起，大闹人家苏千金的生意宴，还欺负人家苏千金。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我一把掐死他。还是人家苏少爷懂事。原本以为是个纨绔子弟，是为了农村的生活，没想到还能帮老奶奶干活耶。喝水，谢谢奶奶。这就是那个变形记的宋笑笑，原来是他，我还以为是个好孩子，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老奶奶怪可怜的，收养这种人。多喝点，别进去又渴了。天太热了，您回去吧。奶奶没事儿，奶奶等你凯旋归来呢。快进去吧，马上要开考了。那奶奶回去慢点。你们两个好好考试，考完之后给你们每人100万，去全世界旅游。谢谢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不像某些人啊，考完试只能赚钱打工喽。行，我又没说错，难不成他还有钱去旅游啊？你哥哥能不能成为市状元，全看你的。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小强，过来。张姨好，这是我找的帮手，正好我们几个都在一个考场。大姨，您就放心吧，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好。那事成之后也给你100万作为旅游经费，谢谢阿姨。那我进去了。哎，最新一期变形记你看了没有？女主好像就是她。看了，哪里像个三好学生，分明就是个酒吧坐台小姐，要不然怎么会被卖到深山老林去？要不是苏公子及时赶到呀，说不定早被那傻子给那啥了。要说他命苦啊，依我看就是犯贱。你们胡说，这帮人啊，张口闭口的满嘴胡言。谁说人家宋笑笑是被卖到深山了？分明啊，是他自己自愿嫁过去的，不为别的，就是用他那身体换点钱，为他那病死的奶奶治病而已。你个贱人，你敢打我，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我没有针对你们，你们为什么要一直针对我？要不是今天考试，我会废了你这个贱人。够了，小香，说不定人家苏笑笑肚子里已经怀了傻子的孩子，殴打孕妇那可是犯法的。你考试是你证明自己的唯一方法，你如果继续闹下去，有可能就会丢失你的考试资格。你不要假惺惺的，以前我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没想到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大家注意答题时间，切入交通第二，一旦发现将取消考试资格。现在大家开始答题吧。宋笑笑加油，只有考上清北，你才能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这是最重要的考试，你要是说谎，以后就取消考试资格。老师，我没说谎，我刚刚看见他把考试从兜里拿出来，可能太过紧张，不小心掉了出来。来，老师你看。老师为什么？老师没看到，老师看见了，我也看到了。老师，我没有。没有？那这是什么？不说。经监考组、校委会核查，考生宋笑笑存在作弊行为，取消考试资格，3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我家笑笑一定行，一定能考上清北。等笑笑考上清北啊，奶奶就死而无憾了。奶奶放心，笑笑一
一定考上清北，到时候赚好多钱，带奶奶环游世界。笑笑最棒，笑笑加油。周笑笑，你明明是全市第一的三好学生，可你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考试当中你要选择作弊呢？是不是你每次的三好学生都是通过作弊而来的？你这种行为你怎么对得起张总的资助？你怎么对得起你奶奶的养育之恩啊？别怕，敬重人家想考大学，好西狗不知道感恩的垃圾，用自己身体换钱的小姐，估计肚子里怀的是那个傻子的孩子了。这种垃圾就该去，活在世上恶心人。没有，管住我们学校！敬重这种人家也想考大学，好西狗不知道感恩的垃圾。不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哎呀，我的子乔呀，很快就会成为这一次考试的状元郎了。恭喜张总啊，这下不仅苏公子成了状元郎，宋笑笑抄袭的风波也让我们栏目组成了热榜第一呀。这下不知有多少公司正缠着苏公子谈合作呢。哎呀，不过这一次呀，多亏了我们瑶瑶帮忙，不然这事情没有那么顺利。希望接下来寻找女儿的路也能这般顺利。张云清，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知道这次考试对于我们这种底层人来说是这么重要的？因为你们这些穷人生来就是我们这些高层人的玩物，这个理由够吗？混蛋！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要怪就怪你这个贱人敢拿金锁来挑战我的底线。要不是留着你给我们瑶瑶做器官移植，你连这个门都进不来。哎，我的宋大小姐，认命吧，这就是你的命。我就算是死了，我也会把器官给你的。是吗？那你说谁来救你的奶奶呀？你是笑笑奶奶吧？没错，我是笑笑奶奶。这考完都大半天了，笑笑怎么还没出来呢？奶奶，笑笑出事了。啊，我家孩子怎么了？宋子瑶在考场上污蔑笑笑抄袭，他已经取消考试资格了。而且我还在厕所偷偷听到宋子瑶准备从笑笑身上拿走两颗肾为他做手术。奶奶，你快点去找找笑笑，他估计跑去苏氏集团了。他们怎么能这样欺负我家孩子呢？怎么能这样毁了我的孩子呀？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呀，我绝不答应。小小不怕，奶奶这就给你讨回一个公道。你可以继续闹，但我保证你闹下去的结果就是你奶奶在病床上。你住手。我看谁敢欺负我家笑笑。我看谁敢欺负我家笑笑。奶奶，您怎么来了？我没事，您快回家，回家。不用怕，有奶奶在，我看他们谁敢欺负你。我可告诉你们，我了解我家笑笑，他是不可能作弊的。到底是谁要毁了我家孩子？你们是个人的话，你们就要敢做敢当。我也没说不承认啊，老太婆实话告诉你了，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还有你那个儿子把宋笑笑卖到山里傻子家也是我安排。原因很简单，从始至终你们都是垫脚石，谁让你玩弄感情？一把年纪了，走路都费劲，你拿块砖头吓唬谁呀？云清，你有什么你冲我来？哼，一对臭鱼烂虾，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这个奸夫，原来是你毁了我家的孩子呀！奶奶，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给我走！奶奶，笑笑，行了，别打了，过几天就是器官移植手术了，留着他们还有用。奶奶，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奶奶。
爱吗？呸！想用我家笑笑来救你家女儿，我死了也不会同意。老东西，你家宋笑笑为了救你可是签订了协议，他说的不算，你说的更不算，除非你能掏出500万的违约金。笑笑，这是真的吗？孩子呀，你糊涂啊你！我这把贱骨头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个土埋半截的人呢？你看，这就是协议。苏小姐，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家笑笑吧。刚刚是我不好，我向你们道歉。奶奶，你起来！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只要你能办得到，我就考虑放了他。你说，你说，我能办得到？这里是十楼，只要你肯拿着这个协议从那儿跳下去，我就考虑放了。吴子瑶，你混蛋，那就是个老人。不要，别，别听他的，奶奶，奶奶，别听他的。是你让我跟苏家没了血缘关系，也是你割予我18年的亲情，是时候也让你尝尝。畜生，你可畜生！怎么了，东西？你忧郁了？子瑶，别太过分。哎呀，爸，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这十楼谁敢往下跳呀？这光看着就害怕。都是怪奶奶不好，让你跟着受了这么多的苦。咱们家现在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让你连个家都没有了。奶奶对不起你，奶奶要是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没上得了大学没关系，360行，行行出状元的。我们家笑笑呀，不管干什么都是最棒的。别说了，别说了，奶奶。跟笑笑回家好不好？让我们现在就回家。奶奶求你了，有奶奶在的地方，笑笑就有家。奶奶给不了你好的生活，奶奶也不想拖你的后腿呀。老东西，别在那儿演戏了，赶紧下来，少在那儿恶心人。啊！奶奶。奶奶，你别吓我，笑笑来保护奶奶了，笑奶奶。你不怕啊，妈妈在，妈妈保护你。奶奶看看我，奶奶。瑶瑶，麻烦你冷静啊！只不过是死了一个底层的垃圾而已。再说了，他是自己跳下去的，跟我们瑶瑶没有关系啊！瑶瑶不怕啊，妈妈在，没有人敢动你。你跟我回家吧，奶奶。妈，哎呀，想死，瑶瑶，瑶瑶，快把宋小瑶给我抓到医院办手术！可是宋小瑶她可是什么？你个贱人，我女儿变重要了，你把她给我抓回来！如果耽误我女儿手术，你要我的命！姐姐，瑶瑶，姐姐，求你救救妈妈！起来，起来！出来，快走！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女儿正在医院等你进行手术，我劝你老实点，别逼我动粗。我呸！什么手术？吴月天，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奶奶用命换回来的乘客，在你眼中就是个玩笑吗？不然呢？就他一条贱命，在我苏月天眼里算得了什么？你个无耻的混蛋！认命吧，这就是。再走，走，你们放开我！我
接下来就让我赎罪吧。苏公子，你要是签约我们华月娱乐，我保证一年之内给你打造五首金曲。要签也是我们独唱娱乐，别说五首，八首都行。我十首。苏公子，这件事情我瞒了好久，我每次看到宋笑笑绝望的时候，我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陪我？因为，抱歉，苏公子，我不能说，他已经被抓到医院了，你赶快救他吧。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要去找我奶奶，奶奶，奶奶。张总，宋笑笑已经没有家属了，您是他的资助人，接下来只需要您签字，我就可以对他进行麻醉以及手术了。条贱命而已，那么紧张干什么？快给我女儿做手术。我告诉你，你妹妹现在命悬一线，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捣乱。子乔，别怪妈心狠，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死在我面前。再说子瑶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妹妹。所以你做的选择就是拿你亲生女儿的命换吗？99%，笑笑她是我的女儿，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你告诉我是不是在骗我？会拿子瑶的命开玩笑？一直苦苦寻找的亲生女儿就是苏笑笑。我终于找到笑笑了，我终于找到笑笑了，子瑶、笑笑都是我的女儿。为什么蓝天野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为什么？为什么？奶奶，笑笑来了，笑笑来了吗？求求我，求求你放了我，让我去见我奶奶一眼，让我把奶奶送回家。让我去，两个都可以，求求你了，求求你让我再去见奶奶一眼，好不好？是我的没错，我早该好好看看你的，我早该认出你的。走，我们回家。不，我不能这么做，我这么做瑶瑶会死的，瑶瑶也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死，我不能让她死。老天爷、啊、我该怎么办？你们放开我，奶奶。留他一条命，宋笑笑足够了，只要还能活着，一定要拉着整个苏家下地狱。对不起，对不起，子瑶不能死。老婆，不要自责，我们养了子瑶18年，她才是我们的女儿。你看宋阳那个眼神，她的心早就是冰冷的石头，就算认回来，也是捂不热的。她以前不是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不会是我们的孩子。子瑶才是我唯一的女儿，这到底怎么回事？18年前到底发生什么？老爷，错给死，错给死！子瑶其实是我的孩子，我18年前。你记住，子瑶永远心锁，跟你没半点关系。至于这些东西，你马上给我处理掉！是老爷，我没有。处理掉，处理。老婆，子瑶才是我们的孩子。子瑶才是我们的女儿，那个宋笑笑天生就是坏骨头，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呢？她一条命已经算是恩赐，再给她花不完的钱。子乔，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子乔，瑶瑶，子乔，瑶瑶，子乔。苏公子，您认为你为什么一出道就能成为行业顶流呢？苏公子，您现在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请问您对自己的感情后续会有什么规划吗？
苏公子，网传的宋笑笑到底是您的心上人还是您的亲妹妹呢？其他问题会在发布会之后一一回应。至于宋笑笑的问题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她不可能是子乔的女朋友，更不可能是我的女儿。那苏公子，你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呢？我对她不过是对琼恩的怜悯，仅此而已。朗朗乾坤，杀人偿命。朗朗乾坤，杀人偿命。奶奶，笑笑今天就为你报仇。各位，我张云清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拍摄接下来的画面，就是与我苏氏集团为敌。笑笑，别闹了好吗？今天是你哥哥最重要的一天。我宋笑笑生是一个人，死也是一个人，哪来的哥哥？让开，别耽误我给奶奶出殡。那你就忍心毁了他十八年的努力？说的对呀，我怎么能毁了他十八年的努力呢？那我十八年的努力就白费了吧？我的梦想，我的家人，我的家就该被你糟蹋了吗？笑笑，我确实有愧于你，如果你觉得钱不够，我可以加的。不需要杀人心，我杀了你啊。宋笑笑，你抱怨我可以，你想毁了我也可以，你怎么能对你的亲生母亲动手呢？奶奶，对不起，笑笑带你回家。宋笑笑，连我都有些心疼，我没想到你会惨到连自己的亲妈都不想认呀。要不我帮帮你吧。别走，我帮你送一程你奶奶吧。哼，我不想再看见她。白董，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只有他能给我们一样痛恨苏氏集团。想尽一切办法，不仅要他活着，更要让他重塑信心。明白。当红明星苏子乔新歌首日点击量突破一亿，创下历史新高。他所主演的电影《无双》预约票房突破两亿，苏氏集团股市大涨，成为江海市唯一一家跨入全球百强的公司。苏子乔获得市级优秀青年称号。白叔，笑笑，让你以白苏初的身份留在强盛集团三年，其目的是将你培养成对抗苏氏集团的利器，你怨恨过我吗？怎么会，要是没有您，怎么会有现在的？可是我后悔了，在这三年相处当中，我发现你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做事干练，今天开始做我的女儿好吗？我？没错，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白天华的亲生女儿，也会是强盛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长，放手去做吧，我白天华的女儿心里的怨恨必须都释放出去，爸爸是你最强力的后盾，就算以整个强盛集团为代价也没有关系，我的女儿不能受半点委屈。董事长，修女都到齐了，只要你一点到，我立马冲你苏家，把他们不是全都抓了。方叔，杀了他们有什么？杀人啊，诛心，我要让他们一步陷入绝望，把受到的伤害全部还。再说了，现在苏氏集团发展如日中天，我要用合法的手段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那我们现在干什么？难道还忍着不动？不急，先陪我去祭拜一下奶，还有我那叔叔和婶婶，该死的代价。
王叔，我先去祭拜奶奶，你去准备吧。是。我的好婶婶，这次给你准备的大礼，你可要接住。我奶奶的坟呢？她的坟呢？哎，我当是谁啊？原来是笑笑啊！你说你来就来，你管我们的衣裳干什么？就是呀，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踩的是我奶奶死后的家？哼，所以呢，管我们跳舞什么事？我不禁跳，我跳完还要呸呸呸三声，以免沾污晦气。快点把音响打开，别耽误我们锻炼。是谁允许你们在这跳舞的？喊什么喊？是我。怎么地？你奶都死了三年了，能让她葬在这里，就算给她的恩赐了。难不成你还想让我们这些活人给她个老不死的腾地方不成？说什么？我说她就是个老不死的，葬在我们村里晦气。所以我专门让人在这建了广场，让村里人都跳跳取取晦气。你敢打我？不光要打你，我还要让你们这帮畜生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说我奶奶生前你们就没给过她好脸色，但这些年你们多多少少给过她一点点怜悯的恩赐，所以这三年我暗中资助扶持你们这帮畜生，没想到你们恩将仇报。呀呀呀，你倒在这儿装起好人来了。喂，穿的人模狗样的在这忽悠大家伙呢。哎，宋笑笑，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就是，我们村子可是强盛集团投资的，你也算哪个通啊？不就在外面当了几年就把自己当城里人了。话说多少钱一个晚上啊？不如给我打个折，让我也舒服舒服。一帮畜生，他们都踩在你妈坟上了，你还笑得出来？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嘿，你个小贱人，你装什么清高啊？上次没把你卖身，这次啊，你来了，你别想走。瞧这人模人样的，这次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哼，你们放心，今天我来了，就没想。长盛集团，长盛，哎呦，这长盛集团啊，长盛集团，哟，王经理，我靠！啊，宋小老师等一下。笑笑也是你这个畜生不理教的。笑笑，啊笑笑，董事长，阿宝，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我求求你放过我们，毕竟我们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们都要靠强盛集团吃饭啊。对啊，笑笑，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我和你奶奶认识，多少有一定交情，做事不能太绝。就是一个村。当初我奶奶求你们借钱的时候，你们在哪？他老人家下葬的时候你们又在哪？还不是像躲瘟疫一样一个个躲得远远的，现在还在他坟头上跳舞，可耻可笑可恨。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强盛集团是在帮你们？太天真了，是我专门让强盛集团养你们这帮畜生三年，养成你们的惰性，把你们养到荒废自己的土地，荒废生计，把你们一个个养成巨婴，让你们尝尝没钱没路没饭吃，走投无路的滋味。宋笑笑，凡事不要做太绝。确实不能太绝。你说我把强盛集团给你建的这些房子全都拆掉怎么样？
急嘛，这不过就是当年对你们欺负我奶奶连点小惩罚。笑笑，张大妈求你了，我儿子还这么这房子娶媳妇呢。刚刚完成献祭，这才我们吴家可可以了。就是啊，王校长，王校长，当年我和奶奶跪下求你们的时候，你们放过我们了吗？奶奶，房子屋也别给我了，就是我的财产，赶紧滚！村长，求求您发发慈悲吧，我进去就是拿床被子，怕天气冷找不到住的地儿，晚上睡觉冻得睡不着。睡不睡着关我什么事儿？啊！小姐，求求你，站住！刚刚我不是说过吗？我今天就在这儿，就没想着怎么走吗？咱们好好商量一下，要把我卖个什么好价钱？哎，不给！你现在就是我嘴欠，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们任何说这种不吉利话都是我错。校长，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是啊，校长，咱们是一家人，不能伤了和气啊！家和万事兴。叔叔婶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叔叔说的对，家和万事兴。我看你们两口子总吵架，这家不和还怎么万事兴？我有个法子，把你卖给那个傻子爹，你嘛就送到一个牛人家。你们两个分开了就不会吵架，我们这个家呀也就万事兴了。校长，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可是亲人呐。是啊，校长，千错万错，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咱们是一家人呐。一家人。当初我和奶奶跪下求你们的时候，你们有把我们当一家人吗？你没开玩笑吧？开玩笑。叔叔是觉得我们强盛集团没有能力把你送到荒岛上，送你一座都可以。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我想让你们这帮畜生都去带走。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错了，只是怕了而已。是我们救死扶伤的张医生。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他张院长。医院人都不好动手，那我们该怎么做？放心，我早就安排好。拜托你们一定要救我们，管多少钱我都愿意出，拜托你们了，拜托了，一定救救我吧。别着急了，马上准备工作，家属尽快准备。好，我马上去找钱，一定要救活我妈，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董事长，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叫了一大笔钱。嗯，好戏就要开场。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急，需要进口药品，但这药非常昂贵，你们得准备好钱。放心，我钱一定交齐，拜托你们一定救救我爸。行，我先去缴费，麻烦你们了。董事长，还要交钱吗？交，当然要交。为什么不交？明白。对不起，我们尽力了。爸，你怎么让小小的怎么活
很多办法都没救回来，只能说是我介入。你们当然救不活了，神仙也救不了，因为他昨天早就死。你胡说什么？那就是死亡证明。好久不见，张女士。好久不见，张女士。是你，宋笑笑，你敢玩我？玩？当年是你暗中颠倒黑白，背地里把血缘鉴定报告给换了。不过无所谓，反正苏家也是个一直让我做替父。那是你身穿这身白大褂，负做医生的职责，压榨百姓们一辈子辛苦钱。明明人已经死了，你还说一直抢救，一直用药。张医生还是你会玩？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要让当年所有人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包括你的女儿。你要跟我去哪儿？有什么事你冲我来！我求求你，不要跟我去哪儿！连我奶奶这样求你的时候，你有想过有这一天吗？张医生，张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家孩子吧！张医生，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女儿还小，不懂事，你不要碰她。碰她？我还嫌脏了我的手呢。不过据我所知，她因为赌博欠了有几千万。你说她没了你这个混账爹，还怎么活？就算是出去卖，应该也还不了这么多钱。你混蛋！某某医院张天刚院长违反医疗道德，违规敛财，涉嫌交易器官，判处死刑。把脚给我。不不不，再喝你就废了。这是你此生最红的顶流，谁能让我废了？把脚拿来，我让你把脚拿来，否则我就弄你。我。别来无恙啊，苏大人。受万千少女追捧的苏公子，竟然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是谁？哥哥，我是你的妹妹，笑笑。笑什么？董事长，这是苏子乔这三年来所有的污点，里面还有他跟苏子瑶的上床的照片。哥哥，你和子瑶虽然不是亲兄妹，但也不至于这样。你是他的人是吧？啊！苏大公子，别白费力气了。你以为我真的会跟你这种伪公子在一起？当然是送你下地狱。你以为就几张照片就能毁了吗？不光只有照片，我还有你贿赂导演、威胁对手、出轨女演员，这些要不够的话，我再说给你听啊。说吧，要多少钱？钱？你觉得现在的我还需要钱吗？苏公子，你这酒好香啊。哎，别动，别动，别动！你要怎么样，我都可以打你。这酒是我的命，你走。苏子乔，我告诉你，我回来，你的报应来了。董事长，就这样放过宋子乔了？他只是第一步，还需要他铺垫后面的进程。毕竟，苏子乔是苏子瑶的软肋。这兄妹俩玩的可真刺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再加上苏子瑶从小就爱慕苏子乔，这并不一样，他才是最坏的。
哥，为什么？为什么在你心里他比我重要？子瑶，你不懂，哥不得不这么做，只有一步一步将你推开，哥才能取得他的信任。要不是当年苏家人搞事情，董事长早就是满分状元了。这件事，董事长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哎，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呀！谁回来了？是他呀，他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柳如烟是他安排在我身边的人。苏笑笑，你得帮我呀，不然我就完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宋笑笑，我们见一面吧。对不起，当年是我做的。当年的事，不是道歉就能解决。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就永远无法达成和解吗？我知道你现在不缺钱，但强盛集团依旧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只要你肯放下恩怨，放过子乔，我绝对可以帮你稳住强盛集团的地位。你觉得强盛集团做的再大，能让我奶奶活过来吗？宋笑笑，你就不能退一步吗？再怎么说子乔也够了，少恶心。要是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吧。下次见面，可就不会再这么心平气和。对了，告诉苏姐，我会让你们所有人付出应有的代价。你就怕鱼死网破了？至少你这条鱼撑不破我这张网。既然没有和解的空间，那喝完这杯酒，往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宋笑笑，这都是你自找的。啊！要怪就怪你不知好歹，愚昧天真。我倒觉得愚昧天真的人是你。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人是鬼？对，你一定是鬼！当然是鬼，因为在你们推我奶奶下楼的那一刻，我已经死了。我还是人，因为我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让你们去。笑笑，笑笑，我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诬陷你高考，我可不该害死你的奶奶。笑笑，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只要你能放了我和子乔，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求求你了。我呀，只想要你们去。董事长，都拍好了。苏笑笑，你混蛋！还不够，那个傻子不是还没有媳妇儿？把他送过去，多拍一点，我要好好给张云清看。董事长放心吧。行行，我求求你了，饶了我吧，我要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好心娘子，早生贵子。新媳妇儿，我有新媳妇儿了，儿媳妇儿，肉豆腐，肉豆腐，别碰我，别碰我！这臭娘们还敢骂我儿子，玩命了吗？你是啊？还敢不敢骂？是不是我的儿子？大哥，大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给香香说一声，以前都是我错了，我犯贱，我知道错了，求求你给香香说。能不能管好你媳妇儿？臭娘们还敢说不爱我啊？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啊？你爱不爱？爱不爱啊？那敢不敢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董事长放心，从今天开始，姓苏的娱乐天王只会是明星。那些礼物，我们出去。礼物？我们这是。当然是去见我的好爸妈了。本台记者报道，著名当红警员苏子乔被曝酗酒、家暴、出轨、抄袭、绑架等一系列骚扰事件，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怎么回事？来人！来人！老婆，你怎么样？快叫救护车！董事长，你
你可是这么笃定他们会在医院？以他们两口子的脾气，苏子乔熬出这么大事，苏子瑶又失踪，不着急才怪。笑笑，好久不见。不过，你这次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当时其实是我妈。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你刚刚叫我什么？妈，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想明白了。当年你一定是有苦衷的，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哪有当妈妈的不爱自己的孩子？笑笑，以后别再离开妈妈了好吗？你要什么我都给。我要苏氏集团的全部股份。笑笑，你不会真的天真到以为我会认你这种人做母亲吧？会的。小贱人。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放心，我的好妈妈，我自始至终都没觉得苏氏集团跟我有半毛钱关系。但我这个人呢，喜欢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还敢骂我儿子啊？子瑶。好了，看够了就关了吧。是你，你这个小贱人，子乔也是你害的。苏月天，从我第一天进你家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事到如今，你还不觉得自己错了吗？没错，就是不来接我的家门。你有没有想过，是我不愿意跟你们这群人有半毛钱关系？苏月天。说的是真的吗？他说的是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都骗我？因为苏子瑶真的是他的女儿，而不是你。胡说！苏子瑶是我的女儿。血缘关系0%？苏月天与苏子瑶有99.9%血缘关系，你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当年如烟因为生子瑶死在了病床上，你居然敢骗我！他明明生的是你的孩子，却让我愧疚一辈子！你们为什么老天爷要如此惩罚我？我的好妈妈，签了这份合同，我答应帮你救苏子乔，别忘了，他是你唯一的孩子。钱，停下！不要！你闭嘴！你个畜生！你还管董事长给没完？给钱好了。你什么时候去救子乔？当年我奶奶用命都没有换回你们的承诺，你以为我真的会去救她？放心，我会让你好好在这个世上活着，因为活着的人才会被痛苦折磨。我们走。小小小小对不起，我错了。董事长，你说他们会后悔吗？所谓后悔，不过就是害怕和恐惧。奶奶，你觉得笑笑做错了吗？